OK，Google，请动开电视。好的，正在启动开电视。OK，Google，启动关所有窗帘。好的，正在启动关所有窗帘。OK，Google，明天天气如何？台北明天将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，高温28度，低温21度。OK，Google，帮我设定明天7点的闹钟。好，你的闹钟已经设在明天早上7点整。晚安。OK，Google，晚安。亲爱的客人，将为您关掉电灯、关上窗帘，并为您播放15分钟的轻音乐与乐趣精品旅馆。祝您有个好梦，晚安。